最近很流行那个四星彩啊，所以我今天来办大型婚礼。大猩猩来了。怎么没有电灯了啊？怎么搞的？黑黑的都看不到。管他的，先小歇一下。好像隔壁有点东西在动。哎呦，恐怖了！人家说中国人怕鬼，西洋人也怕鬼，我也很怕鬼，所以不要在这个乌漆麻黑的地方吓我。啊，是大猩猩啊，还没吓一跳。啊，我是大猩猩，看到我就代表你们今天要中四星彩的啦。